亲报了王，说早当赤兔乱声吟，光阴不觉催人老，好似落花流水间。笨蛋，高迎正这列王家亲未成，官居东鲁王之侄，尽受高官，执掌兵权杀鹰，夫人昔日所生良子，长子瓦德，次子瓦良，门门帐下有四员虎将，名曰天机年轻刘安刘文，与本王同掌高官，这也不表，只因本王夜归新疆，出师虎龙下凡，应在曹匡胤的身上。他在国营外跟前夸出大口，来到高官，问兵王记录相回首，兵王虚着不愿，自控逆天隐私。我只得把德禄加给于他。正所谓大路走来小路走，单枪匹马气势雄，射着宝剑当王位，跨海渡下征头，今那三路九十是兵万所长之计，中军过来在吩咐元明守西固三通，头通固气，马固绕盘，耳通固声，终将亲身配挂。三通固灭，准天机年轻刘安刘威上白虎堂听本案号令。得令，王爷有令。请勿，儿孤身，是儿孤身。
一位将军此因兵乱一脉，南征兵军杀营，一月托哪一位将军执掌？你将爷我只能跟着王爷杀营，王爷和咱们有二位少爷哦。真是何掌官爷儿为少爷参两相，总君在，请此为少爷，有请儿为少爷来也。定出来一无分安无话得弟弟话量无情哈
所长，温言若深，今若官明明不落，恰是为何？哦，儿啊，是因为父年迈，南昌高官杀人，以后将这兵军杀人，托与哪一个我儿执掌？弟弟，孩儿年幼，弟弟，孩儿年小，哇！你们一个是年幼，一个是年小，可知为吾动意，在酒家谈钱，一番故事吗？儿对不小，我儿们听。
谢，可谢。可永固保产金安，你可永固保产金安，为吾不用保产金安。弟弟，马可金都打草了，就是那马也不都打草了。威武取自两军阵前，大喝一声：“严待！”是我屋的侄休者，俺高少爷报十五子仇来也。只见尹明王先前与何江，见他头大无有愧，身配无有脚。胯下五匹马，手提文铁杆。爹地，人家是贼，他就是十里主的孙子王仁章，他见了威武，巍巍大威响。大小威武，王毛一退，取这一杆，哪里与吾报仇？分明与吾同路为邻。弟弟，你可留心待我？威武也不留心待我。我手里银枪可用交子。那谁则用文铁弓轻轻加固，威武于他
临阵苏德威尔。你可分身？威武也不分身。你可怕？威武也不分怕。那王人仗着蝎子用问题跟爹着威武老头一棒。可大的爹，他哪里打着这威武？威武有你有的鬼神之法，我就将身轻轻滚下马来。将军今夜去威武一个文啊。什么文啊？好为滚动腰子。威武心生一计，将马当中数鞭，才往东门关倒。王仁仗着蝎子，他不加其意，调准马的往东门关走。威武回头一望，只见仁仗的马头跟着威武的马鞍，威武的马鞍跟着仁仗的马头。你一可慌，威武也不慌。弟弟，你可忙啊，威武也不忙。威武心生一计，我要计取是虎头人才，两棒挂起叮铃当啷，对着心脏两头可来。
你哥哥长了兵冤杀营，你难道心中不服吗？弟弟，儿准该。为吾岂有不孝？一把，为吾当年刘王所使上房宝剑客，高官之上，所有一枪不准。先斩后奏，为吾就死于你了吧！多谢弟弟，吩咐请见。
将钢刀刺敲，晓得你保护威风凛凛，故而将钢刀刺敲。将刀归晓。相儿罢了，一旁看锁。想保护到那有晓得的芦苇，有娃东门，那也不弱之力。如此告我住了，老婆。相儿啊，你不得家中侍奉送亲。来到高官何日？想把我问恩，问为伯父的案，问也好，不问也妙。小人只问一次，你哪有第二次好问？为伯父早早晓得你的来意，你才不意外的听夸出大口。来到高官问本来。见了相魁首，深深的有九之尊，韦伯母就将手机借给于你。你送九之尊，满身是一个神，就是空中的雀鸟。呵呵，也只恐难辞高官。卖我把我将相，为不有你有的蚂蚁真相，你且站起身来，为不与你观相。
去几趟。
动也有，好歹小的写起来，写起来。好友倒不写的，好歹晓得写起来，写起来。好些的铁柱埋在啥子用？不要，不管谁。三十哟，一分不要了，要。把我的怎么要的拿不要，把我心中要何难？为不如出满山进归新疆。把微波炉送进来。
兄弟之命，他要保我。一句到高官的两位兄弟之命，小子的大事又发大成了。哦，怎么你大事又发大成了？又发大成了。哎呀！一把好友之子，名叫赵匡胤，贤儿啦，报参见你伯母。是是是，参见伯母。侄儿罢了，谢伯母。哈，王爷，他不是进侍奉上卿，来到高官何事？哦，他送亲在京城有难。来到高官问兵万几样东西，你既是好友之事，你该借给于他。兵万一了，有空你夫人不允啊。王爷允下，老身哪有不允之理。哦，这么夫人你也允了？哪有不允之理？祥儿快快谢过你伯母。谢伯母妙王。老爷伯母别惊慌，小的大的能得他。王爷要借什么东西的老身去了来。哎呀夫人哪、啊、他送亲的天老有难，来到高官问兵万劫路相会首。哎呀王爷呀，这样东西倒可见得，洛阳快手难道见得不成？夫人，今晚昨晚不孕，难免无赖决定，我只得今天银子借给于他吧。王爷，话都话娘，恕看何人？夫人，他有一妹名叫曹美勇，许配瓦德摩尔为婚。也有生死一道，夫人前去看。